汽车现已成为每个家庭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了。家用汽车的选择有讲究，首先外形要好看，才能代表一家人的品味，其次性能要好，油耗低，相信这是每个买车的消费者都会考虑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配置比较高的话就更好了。如果您也是同样考虑这些的话，众泰 SR7 通通都能满足你。这不连小月月都选择了这车，下车的气场直接让粉丝尖叫。颜值方面，众泰 SR7 推出了12种外观和6款内饰个性定制方案，整体线条流畅，造型动感时尚。不仅如此，众泰 SR7 还可以接受消费者自定义颜色以及拼色搭配，甚是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口味。众泰 SR7 无疑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款车型，所针对的消费人群也是青年人。在动力方面，众泰 SR7 搭配的依旧是三菱生产的 1.5T 发动机，在油耗方面也比较出色，满足了消费者对燃油经济性的要求。同时，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为150马力，动力稳定并且强劲，自动挡车型搭配了 CVT 变速箱，性能更加平稳，从而满足家庭用车的要求。在安全方面，众泰 SR7 做得也不错，增加了诸多如柱状、卡车追尾等法规外测试，让乘车更加安全放心。配置上，众泰 SR7 的 TNS 智控车联网系统配置让整个车看起来具有科技感，还有让人惊艳的12寸超大中控屏、真皮座椅、前排座椅电动调节、前排座椅加热等舒适人性化的功能配置，以及无钥匙进入、一键启动、大尺寸全景天窗，还有17寸大尺寸铝合金轮毂等夺人眼球的装置。最主要的是，众泰 SR7 售价仅在6万多，配上以上这些配置，众泰 SR7 绝对是一款超高性价比的汽车，有购车意向的车友们绝对不可错过。